我变了以后没法冲，没法突袭了，所以四五一突掉他，然后砍他，还是四五一直接突掉他呢？我假设他手上还有张军姑术士，好吧，他军姑术士一张都没上过，那我四五一突他是可以全解的。全解吧，全解稳一点。因为他后面那点血明摆着是打不出来的嘛，他明摆着打不了十四血，因为他一开始手牌满的时候我就有十四血都没死，所以他一定打不了十四血。这是冲锋，不是突袭。这是突袭，这是突袭。如果乱斗留下他的，我不是死了吗？如果乱斗留下一个十攻的，我盾挡加这个九加三活着，就算留下火球王也无所谓。我还活着。上墙不可能死了。打得好，别输了。